个鱼汤子或者虾，给大家炒一碗。吃虾是吧？这个虾，啊，这个小子叫的，我看那个龙虾了，算就算了，龙虾还给我长还胶子，长了就比较长的嘛。那个它就肥，这虾都比较大，小的都放生了，这个朝里面洗一下，里面有屎来的。嗯，这个是肉干吗？嗯，我这个船。来，把长着。这个算是水是不是？家里头比较水。我都没放到水中小鱼，要叫关照干，明天还就是关照，叫两个。是两个。对，嗯，几斤出来？是吧？这虾的钳子特别长，好长。你要不你不拍的，你让你切多呀，就是弄你几修。刚好一大碗呢。来，叫我家老头子掌厨。来，老爸掌厨。来。没事。爸身上脏，爸身上脏。心啦，摸鱼啦。上做饭哈、啊，我叫妈妈下来啊。嗯，回了。就是钱，就是钱，让这叫俺找一找我们。我老爸掌厨，我叫厨师，我妈把虾大厨师我老爸，多少我的？你说早点吧，你说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说可不可以？早点。咱还没吃饭，他就说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天天不吃饭啊。尤其不喜欢零食的。骗你的，这是野味，不好吃一点哈。这鱼里面还几条虾，没就没拿出来。媳妇儿。兔子，兔子，哎，来，这里还有虾，快拿去，赶紧放进去。看，哎，有来几个。哎呀，还有七八只。七八只，哎呀，还有。拿。这还有虾。哎呀，都没搞完呢。可惜了，浪费了。就这么几个哈。哎呀，我们苦死了！来，哎呦呦呦，哎呦，这不调皮喽！哎呦，谁打的？没有，这你们打的没有瘦起来，看到吗？要玩，这鱼清理一下，哎，油炸了。不要玩，很脏。吸肉，用肥皂洗。再往重。抓什么抓鱼子嘛？抓很脏，抓不了的。我抓的很腥。看到鱼比看到啥都好。一定好的，是一个问题。你要出来，我好。啊。